达到去皱、紧致、提升和塑形融资的效果。当我们开机之后，就会进入这样一个界面。这边的话是一个治疗的界面，这边是用户密码，这边是操作者。然后再看到左下角这个21和22，它分为两种模式。21是这个大头做身体的，然后这边22是这个小头是做脸部的。然后再看到右下角 ESC 是一个退出键，然后这个旁边是一个返回键。我们先看到这个大头做身体的，先进入这个治疗界面。治疗界面中，第一个 Power 它是一个能量的调节，能量我们可以自由选择，它最大是120，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旋转按钮来调节的，然后也可以从这边来调节。然后下面是一个制冷效果，制冷效果的话 ，OFF 是一个关闭制冷，然后旁边这边是一个制冷的一个度数，它度数越低，它的制冷效果就会越好。制冷效果也是可以从这个旋转按钮调节的，也可以从这边直接调节。然后再看到左下角是一个时间设置，时间设置我们也是可以调节的。然后也可以从这边调节。一般我们做身体，做腹部的我们需要40分钟，然后做腿需要30分钟左右，手臂也是需要20-30分钟左右。然后再看到这个右下角也是，这个是一个退出键，这个是一个开始键。然后再看到下面我们这边按钮也是可以直接按的，这个 ESC 是一个退出键，这个 ENTER 是一个返回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开始和暂停键，这边是一个调节能量的一个旋转按钮。我们先返回主界面，然后再看到这个22是这个小头做脸部的，然后再进入这个治疗界面。在做脸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治疗的一个模块，我们先选择这个额头，然后进入，这边是一个能量调节，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调节的，也可以从这边调节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占空比，占空比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先调到40，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是能量调到25，这个40%就是说25%，它是一个能量的输出。然后下面这一个是一个时间设置，也是可以从这个下面，也可以从这边调节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退出和一个开始键。这一款仪器主要有三个配件，一个是两个手柄，一个做身体，一个做脸部的。然后还有这个负极片，负极片是一个消耗品，它这个主要作用就是提高整个操作过程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然后消除能量的顶峰值。我们现在来安装一下。先，这个是一个接线口，接线口把这个板打开。打开之后把这个负极片插进去，然后按下来就可以了。我们在操作脸部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这个负极板贴到背部上方位置，这个提高能量输出的一个有效性。如果我们操作腹部我们就贴到它背部的中央位置，如果我们操作腿部就贴到背部的下方位置。我们现在来操作脸部，我们先贴到背部的上方位置一点。现在我们来操作脸部，在操作脸部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把负极片贴到客户的背部，然后再来进入界面。先选择这个小的手柄的模式，然后进入治疗界面。先做脸部就选择脸部位置，然后能量调节我们可以从15开始往上面调，占空比我们可以从40开始往上面调。然后时间设置，我们一般做脸部的话需要10分钟左右，可以选择10分钟，然后也可以从这个旋转按钮来调节。然后再按开始键，
先涂上一点凝胶。一定要紧贴着皮肤，然后再按这个开始键，由外往内打圈，然后提拉。能量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。它发出能量的一个持续时间是30秒。等30秒过后，我们必须要再按一下这个手柄上的按钮。我们也可以直接起到一个提拉的手法，由下往上面提拉。咬肌这一块，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手法。打圈也可以。然后由下往上提拉也可以。然后我们来再来操作眼部，先返回，直接按这个下面按的都可以。眼部我们就选择眼部位置，然后进入界面，能量我们就可以从6或者10开始往上面调。张孔比我们也可以选择40。能量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，时间我们可以选择5分钟，都可以。再按开始键。涂上一点凝胶。要紧贴着皮肤，再按这个开始键，也是一样的，从由外往内打圈，然后再提拉。眼角位置我们可以操作久一点。大概操作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我们再来操作额头，先返回界面，也可以按这边返回，然后选择额头。能量我们也可以从5或者10开始往上面调，占空比可以选择40，然后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，时间我们可以选择10分钟。开始，把凝胶抹匀。它的操作手法可以形成一个 Z 字形来操作。能量可以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。如果它的抬头纹比较深的话，我们可以竖着形成一个 Z 字形来操作。也可以直接由下往上提拉，大概操作10分钟左右。整张脸我们需要操作1个小时左右。现在再来操作腹部，腹部我们先返回主界面，
然后这个二一是一个做身体的一个模式，是由这个大头来操作的，然后再进入治疗模式。能量我们可以从15或者20开始往上面调节，制冷效果我们可以选择10，操作时间我们可以选择30分钟或40分钟都可以，根据客户的脂肪厚度来调节，然后再按开始键。在操作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把腹肌板贴到背部的中间位置，然后再涂上一点凝胶。我们在操作之前一定要把烫头紧贴着皮肤，然后再按这个下面的开始键，也是由打圈的方式来操作。一定要避开肚脐位置，我们也可以由上往下来操作，然后通过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来。腹部需要操作30分钟左右。它这个能量的感觉是热感，不会有什么刺激性的，操作过程中很舒适的。在操作完之后一定要多喝水，现在来操作手臂，也是要涂凝胶的。然后腹肌板我们可以贴到背部的中间位置或上方位置都可以。也是用这个做身体的大头来操作。能量调节我们也可以从20或者15开始往上面调，制冷效果10度就可以了。也是紧贴着皮肤，然后再按开始键。我们可以用手把这边脂肪挤压在一起，然后再操作，可以形成一个 Z 字形来操作。手臂大概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。现在已经介绍完毕了，谢谢大家。下面为大家介绍这一款 PTL 溶脂刀，它这一款仪器它是采用超声波和射频的三维技术原理，它是刺激表皮层下的胶原蛋白滋生，然后达到紧致、提拉、去皱、溶脂和塑形的效果。首先我们开机进入这样一个界面，这个是我们的治疗的一个界面，这个是用户密码，这边是用户名，然后下面有两种模式，一个是21是这个大头，是做身体的。这边22是这个小头，是做脸部的。然后再看到这个右下角这个 ESC 是一个退出键，旁边这个是一个返回键。先看到这个21模式，是这个大头的做身体的一个模式。先进入这个治疗界面。进入这个界面之后，我们这边Power 是一个能量的调节，它最大是120，然后最小是1。我们调节的话也可以自由选择，点这里不是啊，都是可以的。然后这边这个旋转的一个按钮也是可以调节的，
然后返回。下面这个是一个制冷的一个按键，这个 OFF 是一个关闭制冷的按键，然后这旁边有10、20、30，它是一个制冷的一个度数，我们度数越低它的制冷效果就会越好，这个制冷效果度数也是可以从这个下面的旋转按钮调节的。然后再看到这个左下角，这个左下角是一个时间的设置，是可以调节的，我们调节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调节，然后返回。然后这边是一个退出和开始键，我们在这个下面也可以按键的，这个 ESC 是一个退出键， ENTER 是一个返回，然后下面这边是一个调节能量的大小，这边的话是一个开始和暂停键。回界面我们先看第二个模式，第二个模式是有一个做脸部的一个模式，先点这个，然后再进入治疗的一个界面。界面的话我们有可以选择的，额头、脸部都是可以选择，然后先点额头。进入这个界面之后，这边是一个能量的调节，能量调节我们可以从这个下面的旋转按钮调节的。这个是占控比，占控比的意思呢，它是随着这个能量来调节的，你现在如果是5，我们现在是60%，它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能量是5的60%。然后下面是一个时间设置，时间设置我们也是可以从这边下面调节，从这边也是可以调节的。这边是一个退出和开始键。之前我们先来安装这个负极板，这个负极板的作用是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然后并消除了能量的峰值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打开，把这个插上去，按下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我们可以贴到客户的背上，做脸部。做脸部之前，我们先把负极片贴到客户的背后，然后再抹凝胶。先把凝胶抹匀，能量的话我们先可以从15开始往上面调，占空比40%就差不多。然后时间设置，一般脸部我们可以操作30分钟左右。我们再来操作眼部，眼部也是由外往内打圈，然后提拉。能量的调节我们是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的。一般做眼部30到40左右。现在我们来操作额头，如果它的抬头纹比较深，我们可以由下往上形成一个内字形来操作。如果它的川字纹比较深，我们可以竖着形成一个内字形来操作。我们这个操作时间它是持续30秒的，30秒持续完之后，我们需要按一下这个手柄的开始键才能继续发出能量。现在我们来操作身体，身体的话我们先用这个大头来操作。然后这边是一个能量调节，能量的话我们可以从20或者25开始往上面调。这边是一个制冷效果，制冷效果我们可以选择10度，10度是制冷效果最强的。在操作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负极板贴到它的腹部。首先我们先抹匀凝胶，然后再来操作。在操作之前我们一定要紧贴着皮肤，然后再按这个开始键。它的手法也是由外往内打圈的。一定要避开肚脐，
腹部我们需要操作40分钟左右。它这个的发出能量也是持续30秒，上往下操作，促进一个淋巴的引流，然后通过新陈代谢把脂肪排出来。操作手臂，手臂的操作我们可以形成一个 V 字形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手把这个脂肪挤压在一起，然后再操作。用法，我们如果操作脸部的话，我们可以贴到背部的上方一点；如果我们操作腹部的话，我们可以贴到背部的中间位置；如果我们操作腿部，我们可以贴到。